大西哥，你好，三门人车不对，给你下弄了不对三门哦。来了三门都讲三门哦，实际上五里不同音，十里不同调，上路下路难相不免。各人有各人的讲法，各地有各地的腔调。上路硬哥哥，上路以主要腔为典型。以前有个化学老师讲了一句典型的主要哦，一呀花他叫他水给。喇叭杀人，你呀活他，这句话是不是能行列？我能不去考进？这句话的腔调是典型的主要腔。前几年网上有个段子，主要人落黑油买早饭，老爸老爸，买东西嘞，买什么东西呢？去找苦心，我馒头就杀着了下，馒头我得没有哦，不，油条就杀光了呢，油条我不炸了，不，饭庄杀完了。那位置饭也没有哦，歇了歇了，晚上就煮熬馒头一块杀个啥毛子吃的。我跟眼睛多门眼个多啊，眼子饭至少啊，我得忙个。搿头对哦啊，买早饭是煮熬人，忙个是黑油人。黑油人讲话个特点是有两桩事，搿韵貌有点变化。比方讲，打，几个跌，扬，几个也，哎，一哦一。一欧一一千块北京，操练我不行，吃饭我第一。还有往北面过一只山洞，不是说了，不到五里地，口音也不一样。五弄五弄，嘎嘎扭扭。五不讲五弄，几不讲子弄，五不讲五弄，几不讲嘎嘎，子不讲扭扭。五讲哭起来吧，几讲吼起来，这不是典型的说漏腔。豆面要不豆面，好，顶帮人来啊！嘿嘿，顶帮走小康，一路走一路安，十里路头走得绝五干。我个豆面绿弯弯，七块七个七斤，质量非好吧，松松别人按五高。人家非要我别弯弯高，我能够短短高，顶帮人个弯弯高。那头帽子面上都是顶帮特色。小勇靠近渡桥隔壁，三门人早头他啊渡桥都啊渡河桥，渡河桥呢我能都讲南阳人。小勇三江四林隔壁个口音啊，得渡桥出不多，我能都讲南阳哦，南阳哦不是我们三门最恶路的口音的是。四林小勇走三江，五渡岭头渡姑娘，走到花桥口天亮，来觉得我毛毛香。五渡个渡娘头，小勇个二三头，东宫个小五头，司令个二道头。哎，第一条龙袄隔壁个口音啊，还是我那三门二路后个代表。第一条有个小老师，屋里举了双尺子，忙给拧不憋死死，做起事该不当草稿子。先到黑油烤小子，再到第一条叫黑丝，黑丝叫了玉小子，不小子翘肚皮讲了半小时。走到新街市，新街市门中他小子，小子他个去眼里鼻头梯。我们三门学语妇女方言区，搿不台州方言也是妇女的代表方言。最后，我们来讲讲台州国语的口音。我两三十年头前了，我开车的时间，高丽是天天人。搿呢，讲到我车的时间，我有点缩手缩脚。还给讲完别讲，没搞我，我来对方头。我们三门人跟一个高金台副台长走了两球，高金台台长是不是给两球不重要，这句话是天台后的代表。王安口音九狗走分不清嘛，王安人讲王年家头救了九只狗，王年家头救了九只狗，王九八九五九小花九，王九九上六八九不上六，五九六了又困又花九皮毛九买九。哎，但是这段话用临海话来讲，也是各种讲。昂眼街头走了九只狗，昂狗八狗，五狗小花狗，昂狗走上楼，八狗爬上头，五狗落了屋向头，花狗皮毛二买二。好，今天不带不讲的个对，下星期五再会。